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这边听我的音乐会。今天的曲目呢，总共有五首曲子，这个表定上面总共有五首曲子。很好，各位这样开怀的大笑，就保证这个音乐会一定会听得懂的。这是一个听得懂的音乐会。这个是古典乐啊，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应该想办法让大家听得懂。如何让大家听得懂，就是演出者要打开心胸，然后听者也要打开心胸，我们就会一起很开怀的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那在我的正式演出之前呢，这个有一个想为各位先演奏一首曲子啊，来纪念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是我们的台南艺术大学的首任校长汉宝德校长。那汉校长在这个我们校庆的这个南艺今年18周年校庆的前夕过世。那我想为各位演奏一首 Sarasate 的一首慢板的舞曲，来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汉先生在这个台湾的算是我们艺术界的前辈，而且引领了整个台湾的艺术的思维往前走。那这个我想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那我想在今天开始之前演奏这么一首曲子。那有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演奏完的时候，这个曲子不是特别长，但是演奏完我们就请不要鼓掌，好不好？因为汉宝德校长除了对我们台南艺术大学很重要之外，我想对我们整个台湾的艺术圈都是很重要。好，谢谢。现在可以鼓掌。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音乐一定更听得懂。 下一个曲子是 Prokofiev 的 Sonata。 我刚才一开始跟各位说明了，今天上半场是两个大型的 Sonata， 就是 Sonata 的意思就是奏鸣曲，也传统上在以等一下各位就会看得到它的小提琴跟钢琴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就说等一下这个，特别是等一下这个 Prokofiev 这个曲子，
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曲子，四个乐章的一个曲子。那这个本来最早是 Prokofiev 是写给长笛跟钢琴的一个奏鸣曲，钢琴的分量也是相当重的。那是由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这个 Oistra 把它改编成小提琴跟钢琴，哦，把长笛的部分改成小提琴。那当然由小提琴家改编的，绝对不会放过小提琴家，对不对？所以它的里面有很多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但是这个曲子，各位也是那个耐着性子，我想四个乐章听完，一开始或许觉得好像似懂非懂，到最后一个乐章，保证你一定听得懂。好，如果各位觉得整首曲子听出来以后还是觉得怪怪的，下半场我们就再演一次这样。现在我们要开始为各位演奏的这首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Prokofiev 写的小提琴奏鸣。Thank you.
因为它是慢板结束，所以绝对不会。Thank you.
这个上半场大家有听懂吗？没有。没有，我们再拉一次。那个上半场是两个很大型的奏鸣曲，下半场的三首曲子就都是舞曲的形式，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风格的作曲家所做出来的。第一首是巴尔托克写的第一号狂想曲，它总共包含两部分，也都是传统的匈牙利的这个风格的一个舞曲。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 写的 Habanais， 它这个舞曲的节奏，这 Habanais 这个节奏呢，是从古巴发源于古巴的，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曲子。然后最后一首曲子，大部分的在场的听众或许相较比较熟悉一点，也是就是 Sarasate， 就是我刚才第一首献给我们这个汉堡的校长的作曲家 Sarasate 他写的这个流浪者之歌，大家比较熟悉一点。所以整个下半场稍微比较舞曲，也是稍微轻松一点，那所以我就把衣服给换了，因为上半场实在太热了。这个应该让大家一起同乐，所以我就把衣服给换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上面有多热，各位要不要上来试试？那个，我现在为各位先演奏这个第一 Bartok 的第一号狂想曲，总共分两个部分，希望大家会喜欢。Thank you.
为什么要换衣服？刚才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曲子哦，但是呢，从各位的掌声里面好像听不大出来有那么精彩。跟各位再分享一件事情，这个我知道，我们这个通常我们台湾人都很客气哦，就是这个通常都是回到家里之间，可能夫妻要学完歌比较大声一点，但是在音乐厅里面。这个掌声都没有办法那么大声了，至少掌声要到这个演出者啊还没有进门之前不能停啊，要不然这个多打击我们的信心，以后都不敢再开音乐会。不过我相信各位应该是喜欢的，你们没有鼓掌。是法国人做的曲子，沈颂做的曲子，完全不同，跟刚才那种匈牙利舞曲的那种很激烈的曲子完全不一样。各位享受一下，好，来听一听看是什么样的感觉。小朋友没有关系，对对对，你们两个小朋友不要吵架啊。小孩子是正常的，好不好？但是我们用美好的音乐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吵架。Thank you.
各位要知道 Habanera 舞曲，它这种嘣嘣嘣嘣嘣嘣嘣，有时候很勾引人的，它就是故意要去勾引人。结果刚才我本来想，哎呀，好成功的，好像有勾引到各位的心的时候，脑袋一闪掉，就错了一个音。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勾人的时候要很注意，脑袋还是要保持清醒。下面一首曲子是西班牙作曲家 Sarasate 所写的，风格也会，虽然也是跟前面他们用神颂写的，都是拉丁语系的，但是是完全不同风格曲。那希望各位会喜欢这个曲子，是相较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度比较高一点的，也希望把这个曲子献给我们今天很热情的观众。刚才听到你们那么大掌声，我都觉得好高兴。
亲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爸每次来听我音乐会啊，他从来就说他只听得懂《流浪者之歌》，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把我这首曲子献给我爸爸。
谢谢。